弟兄姐妹大家早安，早安，邀请大家从座位上面一起起立，好不好？跟你旁边的人说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 Amen。 何等的喜乐，我们可以在新年小年夜的这一天可以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有多少人你兴奋来赞美我们的神？ Amen。 好不好？我想邀请大家相信今天我们热情的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的生命会大大的蒙福。 Amen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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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网络上的弟兄姐妹，你也要相信你的生命在今天的这场聚会当中也要大大的蒙福。 Amen。 Amen。 所以预备好你自己，用你最热情的一切来赞美我们的神。 Amen。 Amen。 数到三，让我们给神一个最大的欢呼，一二三，哈利路亚， Come on， 大声的欢呼，哈利路亚， Come on， 我们一起来热情的赞美我们的神，一起来拍手， Come on， 对了，让我们欢庆，哈利路亚。和新年祝新年，新年倒数万年，欢声声语中庆新年。和新年祝新年，新年万庆团圆，万庆基督赐我新生命。再来唱和新年。和新年祝新年，新年倒数万年，欢乐声语中庆新年。新年祝新年，新年万庆团圆，万庆基督赐我新生命。宣告就是一过，就是一过，一切都变为更新，因有基督居住在我心。贺新年，贺新年祝新年，新希望在眼前，忘记背后要努力面。好吧，我们再唱，就是一过，就是一过，一切都变为更新，你有基督居住在我心。再来宣告，就是一过，一切都变为更新，你有基督居住在我心。贺新年，贺新年，祝新年，新希望在眼前，忘记背后要努力。宣告忘记背后，忘记背后要努力面前，忘记背后要努力面前。哈利路亚，喜乐的拍掌，欢迎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。 Amen。 Amen。 哈利路亚，让我们更喜乐再来赞美他。有你我能成就一切， Come on， 能成就一切，你赐我力量，凡事 Come on， 高举的双手一起来，瞎眼能看见，大声的拍手，生命能改变，我凭信心而活，凡事都有可能。热情的跳舞来赞美他，在我们的身凡事都能。 Amen。来宣告，我活着，我活着不是凭眼见，我活着不是凭感觉。Come on， 来宣告，我甚至主你与我同在，在你绝对，在你绝对没有。所有的弟兄姐妹跳起来赞美他， Come on。能成就一切，能成就一切，你赐我力量，凡事都有可能，有你瞎眼能看见，生命能改变，我凭信心而活，凡事都有可能。 Come on， 凡事都能的神就在我们的当中。信心来宣告，我活着，我活着不是凭眼见，我活着不是凭感觉。Come on， 我甚至祝你与我同在，在你前。
相信在神凡事都能。 Come on, I believe.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人说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在我们的神凡事都能。我们每一天都是这样的宣告，这样的相信，并且我们要献上我们最大的赞美给我们的神。你的赞美有多大，你的神就有多伟大。阿们。所以好不好，每一个早晨，每一个当我们苏醒过来的时刻，我们都能够更多更多的来赞美他，因为要看见他的良善，看见他的信实，看见他的慈爱永远不改变。阿们。弟兄姐妹高举我们的手，一起来赞美他。我的灵赞美你，我全所有赞美你的生命，像第一次开口，尽我所有赞美你的生命。再唱一次，我的灵，我的灵赞美你，我全所有赞美你的生命，像第一次开口，我所有赞美你的生命。太阳升起，新的一天来临，我心赞叹歌唱你荣耀，不为过去忧愁，也不管接下来如何，在黄昏时我仍要赞美神。大声的唱，我的灵赞美你，我全所有赞美你的然后今天早上一来到这一边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有一个的感动，因为虽然过年的时候好像是要很欢乐很欢庆，但是有很多的人今天你们来这一边，你们很难快乐，就是你知道你要快乐， 你好像强逼着自己说我要快乐，我要有信心。
但是其实你现在心里头软弱，你无力，现在你觉得疲乏，现在你这个的年，因为你说要团圆要团圆，但是你的家人没有办法再跟你团圆了，所以其实你心里头很苦。有些人是过完年你不知道怎么样子面对你的工作，有些人是过完年你所要面对到的那一个的压力是你没有办法去想象。今天我要让你知道一件事情，环境虽然不能够被改变在这个的时刻，但是你要相信主他要带领你走过这一切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现在在赞美的时候，这是一个信心的赞美，这是一个来自于内心深处的一个的呼喊，对着上帝说，上帝虽然我不能够了解为什么有这些的事情，但是我相信你是良善的神，我相信你是一位好的神，我相信可以万事都互相效力的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早上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状况，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虽然你软弱，但是你就说，我不管怎么样子我就是要赞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还是要赞美，虽然环境这个样子但是我就是要赞美，我要大声的赞美，我要献上一个赞美的祭，因为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举起双手还三声主啊，我们来祷告，一二三，主啊，哈利路亚，上帝啊，谢谢你，你掌管，你掌管，你作王掌权，谢谢你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受苦拉达嘎拉巴拉的给，赞美耶稣。开口尽我所有赞美你的声音。 Come on, one more time, one more time. 我的灵赞美你，所有的人，我全所有 Come on, 全心的来赞美你的生命，向你一次开口尽我弟兄姐妹，可不可以我们也今天特别的为着我们一个小组长祷告，他叫小宝，那他是广平姐我们的区长的儿子，也就是博庭我们儿童牧区的全职同工的弟弟，他常常在弹着 bass， 礼拜五的时候他是被人家发现他摩托车被撞倒，倒在路边，那是被人发现倒在路边，赶快送到医院，然后是昏迷。那今天早上在看的时候，在这昏迷的状况里头，现在开始是有一点点的反应了。哎，这个要感谢赞美上帝了。因为我们一直在祷告的，他开始有一点点，他的眼睛叫他那个眼睛又动了一下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祷告，他的脑部的血要完全的停止这个流血的。然后他要能够完全的醒过来的。在我们过去的时候有很多这种的神迹发生，今天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经历这个的神迹。哎，可以大声的说阿们吗？可不可以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来这边来祷告，要经历这个的神迹。像这个郑坤哥他的侄女当时是昏迷指数三，我们大家一起祷告的，让他就清醒过来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相信，像 当时候我们在这边每一次的祷告，医生看起来的有的时候听到的是比这个还要糟糕的，上帝都动工。所以今天我们数到三，我们再一起来祷告，可以吗？我们一起再一次呼求主的名，喊三声的主啊，我们来祷告，一二三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
主耶稣啊，谢谢你，上帝啊，你来这边动工，上帝，我们就是相信你能够医治，你能够医治，你能够医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现在就动工，现在就要带出医治，让那血停止下来，上帝让他要清醒过来，脑部是没有受损的，身体上面所有的伤都要好起来，谢谢你，赞美耶稣，就在今天要继续的好转，给我们好消息，给我们好消息，谢谢你，因为已经有好消息了，要继续的改善，谢谢你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的生命，come on，举起双手，我的灵赞美你，我全所有赞美你的Come on, come on. 他是配得受赞，他是配得赞美。给他胜利的呼唤。Hallelujah. Amen. Amen. 弟兄姐妹要鼓励你们，因为今天你们做一个重要的决定，说在过年前，在除夕前，你做定下一个决定，说你早上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的，这是一个值得献上一个感恩，因为你要知道上帝他今天会为你做特别的事情的。因为坐下来的时候跟旁边人说，神会给你特别的恩典。弟兄姐妹请坐。